我觉得你这个发型很像那 S 三级里面那个头盔，这个很像。我是万磁王，就把所有海里面的假的都吸上去，假的吸上来，什么？在饭店旁边直接接全家，睡。晚上要吃宵夜，直接这边买就是。晚上要钓鱼。晚上是钓鱼。晚上是钓鱼。喝饱，喝饱。哇哦！哇，面海耶！哦哦，隔壁的窗户好帅啊！哦啊，我拍错角度了。所以甘蔗从那边甩出去吗？我刚刚拍到那个屋顶哦，你在海什么？那个啊，你看这海了啊，碎了！哎我。哇，超清澈的！我来望啦。一江的高望啦，江西讲。你看什么？对不对？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他出来。他出来了。你看出来了。他出来了。很大只。王先生，王先生，有您的挂号。他眼睛很卡通啊。真的吗？对。谢老板。对啊。找谢老板。要找谢老板。找谢。这怎么眼睛那么厉啊？螃蟹，螃蟹。哎呦！不见了，很漂亮啊。放你回家，拜拜。喵。今天的宵夜。拜拜。人体触礁船，今天靠这个游到西屿去了。哎，我屁股在撸地板哎、欸！真的假的？人蛇集团太胖了，简直！今天的那个计划就是把它整个小掉。拍大星，开心！哦，刚才很合哎、欸！哇！哈哈，拍大星，它会动哎、欸！它是，然后我上来，小心！它真的好像海蜇，从一箭射出去。直接并轨。CPR 一下，他要 CPR。咖啡杯。台湾见。等三个礼拜你们就到了。会动吗？一个在往后退，一个在往前顶。像拔棒吗？不是吧，他就这样子，很像我那个香港脚脱下来脚。还是他已经死掉了。不太活着。钓鱼。 I came from the mud, there's dirt on my hands. 走啊，装玳瑁啊！我看，哇，漂亮，很可爱。哈哈哈哈哈！人生第一只玳瑁，这边应该很多。好重，小朋友，这样子一只比一只还小。哦，不错呢。中鱼。哎，有点大哦，这只有点大哦，会出现啊，七姑吧？真的假的？七啊，不，玳瑁，哎，有出啦，有出啦，这只有体型哦。拜拜。哎 ，nice 哦，臭虫果然必杀了。你等下一杆再没中一，我就不信无。我们就不信无。钓得很干脆，但是准度有点差。中了！哦，是 ，nice 哦，哈哈哈，猴尿。
是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哎，不同的鱼。对啊，对啊。Hello。是啊，有有有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又有，我靠！哎、欸，这个啊，这个有弯，这个有弯，这个有弯。是啊，有有，这有体型。Nice 哦 ，Nice 哦，哎哎哎哎哎，拍一张，拍一张。钓完了，钓完喽，回去跟娘娘们禀报今天的战果。下一站通梁古龙，它就位于白沙岛的西端，也在跨海大桥旁边。我在这边钓过鱼呢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？据说这位榕树爷爷已经有300多岁了，大家看到这些树根都是他的气根，乍看之下好像是好几棵树，其实都是他的影分身。来这边必吃三色丸子，每一口都是不同的滋味，不同的享受。也可以买包紫菜当做零食，咸咸脆脆，一口接一口，倍儿棒。GoPro 停止录像。上海龟，请勿携带烧酒。怎么吃的叫放虎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出船喽！小百，我算是第一次钓了，对吧？但是晕船应该不会是第一次了。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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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那支箭把它收起来。你就我先去，先到那拿一下。不小不小。没有啦。好，行了。来，没有了，可以了。这边了。记住一个要领。这边。哎。我靠腰啊！不不不不，因为我进出发条就领了。哎。我加灯啊，路加灯，可以了。咱灯就多呗，是不？他在那的时候，你就让他拉进度就好了。耶、yeah! ！Nice！ 好强！加快杀光！哈哈哈哈哈！看那个，很像那个亮不亮？紫色、绿色。漂亮，有吗？